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又来到我们每日亮光的时间。我曾经听有人分享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他说，如果你认为你的神是很渺小的，你的信心就会很微小。你的神如果很伟大，你就会有更大的信心。这不是说对自己有信心，而是对一位伟大的神有信心。基督徒如果认为神是很多事情无法达到，或是你有经验上的限制来看上帝，或以自己的理性来认定上帝的作为，就很容易把上帝缩小了。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诗篇59篇第三节，这里讲到，因为上主是大能的上帝，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。有很多从其他宗教转来信上帝的人，刚开始他们可能会对以前的宗教信仰经验当中来放入基督教的上帝，他们认为神明是有所限制的。我曾经认识一位多年在家里拜拜，甚至有自己的神坛，有自己做法的器具道士服，后来他信了耶稣。我曾经听他分享，有一次他生病，他想请牧师祷告求耶稣的保守，那对他而言当然是坐车来教会找牧师了。没想到车子计程车到教会门口，还没到礼拜堂，他的病就好了，他就坐计程车回家了。其实他可以在家里祷告就可以了，不必到教会礼拜堂找牧师。但是对他而言，他以前要去庙里或是某个地方找神明，而且这些神明他是认为可以商量，而且是有限制的。那在一般民间信仰里面，有管生孩子的、管姻缘的、管升官发财的神都不一样，他们有各样不同的受限制。但是我们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真神，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神。你不论在哪里祷告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，是超越万神之神的上帝。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没有水喝，神可以吩咐摩西要他磐石出水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没有孩子亚伯罗汉已经99岁了，太太已经90岁了，怎么可能怀孕？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反倒是我们应该想想，这是否是神的应许才是关键。今日不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上帝是万神之神。